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去买兔子，你去买海椒面。要得，买袋装嘛。啥子袋装了？那你去买兔子，我去买海椒面。哦，也要得。记到，兔子要买带皮的。好。好。老板儿，要啥子？我看一下这兔子。看嘛。掉了，皮又太干了。老板儿，兔儿咋个卖？二十七，你等一下啊。你要不要？要啊，成嘛。得了，明天来啊。好嘛。好吃，再坨坨啊。冷吃兔加可可。啊。何老板。给我种点海椒面。那不是有种好的人吗？哪个？我不要，我要自配的。哦，这是重庆产的，贵州产的，来点云南的。那是。见过种哈，我要做红油的哦。哎呀，懂得起。可以啊。买好没啊？咋才买这滴点呢？最后一根了。那就做好了，直接寄到北京去。我们两个下次再说。好好，要得。悠悠姐，我现在马上就出门了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发微信。咋子，妈妈？啥事？我不要，你不要给我气。不想吃，我回去网上买。哎，你啥子话？网上买，网上东西好脏哦，滴点都不干净。你这个娃儿身体要紧哈，不好生吃饭。我跟你说，我再给你加点中成药在里头哈，养脾胃的。我吃个冷兔子，咋个养脾胃呢？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有啥子话我们俩微信说哈，挂了。我不要，妈妈，喂。和谐的家庭关系需要保持距离，而我心中最合适的距离，大概是北京到成都这么远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？我都吃不完了。那你寄吧，你想咋个寄都咋个寄，想寄好多都寄好多。小谭，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！排到第几了？给我通风报个信儿。悠悠姐，我现在出来了啊。早就能说话啊，地铁慢，别嫌弃啊。你还坐地铁呀？我肯定坐地铁，不然呢？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。确实不沾地，我让人给杵起来了，都脚都离地不费鞋，没事。我还在想，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，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？不影响，我在家喊过了。哼哼，那你不用打卡呀？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。什么指示？我们优姐。哦，亲爱的。哎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！我守口如瓶。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，他居然没亲我。哎呦，这好大的事儿，这怎么弄？你说。
什么怎么弄啊？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呀。哎，还有上次他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哎呦，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事儿，我这心脏都不舒服。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？哎呦，我的姐呀，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，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。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，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。储蓄险？哎，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。一听这保险的名字，你佣金就挺高啊。那倒是，但是你不买也没事，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。亲爱的，哎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，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？还有。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？每个户头有多少钱？你也帮我调查清楚，行吗？我又不是蝙蝠侠，我哪有这本事？你要是不帮我，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。反正你买的也够多了，那我就开动了啊！我反正我还蹭顿饭。啊，吃吧吃吧吃吧，都是给你点的。好嘞，又跟着我们优姐吃好的。嗯，那必须的。条条痛红的母爱，有病啊！妈看你手机呢。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？你谈恋爱了？这不我谈恋爱，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？你没有朋友啊？啊，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？你无不无聊？太痛了，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，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。亲爱的奶妈，外卖来了，同志们，先休息一下，吃饭了。谢谢导演。谢谢导演。我们下午还是三点排练啊，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。你不许迟到。放心吧，这次。哎，学姐，我下午有戏剧概论，我怕点名。你们哪个老师啊？王老师。王老师，没事。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，下了第一节课就。真的假的？放心吧，听我的，没事。是真红，像我一样，长痛不如短痛啦！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丹尼斯丹丹。今天呢，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，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，是不是？四款学生党福利。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，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。它都这流不动了，这。哎呀，真的是三二一啊！它整个的推动性还是很强的。我这个鼻翼啊，有一点点卡粉。那平时呢？的，哎呦，这粉底液，大姐，我这用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绿光粉底液，我这脸现在都起疹子了呀！我自己用都不行，我怎么推给粉丝啊？哎呦，我就真的别接了，太痒了。我姐求婚倒计时两天啊，这支背景墙你们选一下吧。薄荷绿加柠檬黄，多好看，多清新啊！是不是又喊你回公司喊那个口号去啊？对他们，让他们先喊，我等会儿喊。这绿的，不绿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不太懂。我觉得红的吧，红的比较喜庆。你们觉得呢？不上开业吗？哎，对呀，那邻居在投诉我姐民宅经商啥的哈。哎，郁闷，你这个公务员确实没白考。我亲爱的伴娘们，别忘了啊，看我的视频一键三连，刷起来，听见没？喝一口。哎，谢谢优姐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是23楼是吧？我现在在楼底下了，我就先那个啥，点一下确认行不行？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。行行行，我尽快。23楼方毅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来，给我，我给你拿上去。
哦，方毅的同事，对对，我去二十三楼。啊，行行行，麻烦了啊，麻烦了。哎，这是已经进去四楼了。四楼了。这种绩效谈话，老板一般都前面话多，等他说累了我再去。我第六去，六六大顺，咱们幸运数字啊。老六啊，老六，坐坐坐。哎，你业绩焊在第六名，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排第六个，巧合，纯属巧合。哎，你来公司也六七年了啊，今年多大了？三十三。不小了。这一上来就提年纪，这有点扎心了。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。嗯。现在你看，独当一面，不错哦。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？这怎么还怀上旧了？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？少平啊，跟你说正事。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呀，未来我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就不想再往前走走？会上咱们说过，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。现在呢，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。想从外边挖一个吧，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，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，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。嗯，我们想来想去，你最合适。您跟前五个也是这么说的吧？少来，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，但成都很重要，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，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。作为老员工，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？嗯，关键我现在……别，关键你还是成都人，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。不，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，我都来北京十五年了，对吧？关键我这要一走，我这团队怎么办？网络办公啊，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？老大，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。北京房子多贵呀，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。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您还跟我说您好好努力工作，买房子不成问题，总有一天能买上房子，我这马上就能行了。你说，你先别拒绝嘛，给你成都分公司5%的股份，业绩达标还有期权，过两年公司上市，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。我知道你的性格，安于现状，不想冒尖儿，但年纪不小了，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犯愁，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。权衡利弊，机不可失。在这屋最后一天也不忘记工作，这么快呢你？全弄好了，新浴缸也装好了。啊，不是后天吗？还不是怕你着急吗？等你拍完那个搬家舞蹈以后，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，懂事吗？太懂事了。我丹妮怎么这么好呢？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。租的买的都一样，跟你在一起，哪都是家。说的对。都用完了呗。嗯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忙活。不是你这马上去成都了，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？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。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？咱就说这不挺好吗？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呢。你这个发型啊，你也赶紧换一换，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。
不是吴飞，我发现你二十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？还能搞上对象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。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，那么老远，是不是就过年才能回来了？差不多吧。你自己咋办？能照顾好你就去吗？那有啥照顾不好的？那小时候不也去吗？等你姐我呢，在成都扎稳脚跟，买上一座小房子，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，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。哎呀，你可别勉强啊，那么老远我可不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呢就像是咱家那些走地鸡，翅膀在这放着，没想飞出三里地。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，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，相当安逸。安逸，那叫得劲儿啊！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。我不得提前适应一下子吗？哎，你求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，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！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？那生出你，你强哪去了？你？真有意思，明天你就跟我皮啊！把爸妈照顾好，听见没？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懂点事儿啊！嘿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姐。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，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。哪个客户？他呢，就是说他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，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。我给他的方案里呢，已经包含了医疗险，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，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。你现在买，呱呱呱买一堆，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，但你等到明年后年，你每年续保的时候，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，你这压力多大呀？跟他好好说。其实客户非要买的话，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？帮助别人花钱呀，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？行，明白了，我来安排。哎，对，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，客户已经过了。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？这样的话，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，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点。冲什么冲？你先把单签过来，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，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。拼命啊，姐！老往前挤什么挤？蹭什么蹭？好，刘姐，干嘛呢？在家呢，怎么了？嘿嘿，这两天我，你看哪天有空，我找你一趟，咱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。我看你快过生日了。你可都一礼拜没联系我了，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，害你丢单子呀？你这活到一百都没问题的人，啊，别说这话，我先忙了啊。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！行，拜拜。哎呦我天，这么忙吗？喂。啊，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来了来了。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。是去签约了。就你精。还买啊？都要去成都了。没答应的好吗？有什么不答应的？你成都人。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？业主说了，他一会儿就到。我呢，先带你去咱们的房子看一眼，最后确定一下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。谢姐，哎哎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看看我这客厅的宽度，准备买个沙发。我看是直接买2.3米还是2.6米？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！而且您下决定也特别爽快。我一直以为啊，您还是喜欢那个100平那套。一般人买房子，他们都愿意便宜点。然后买一毛坯房，嗯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再去装修，哎，尤其是自己住的，您这倒好，没按套路出牌。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，虽然多个25万吧，但我不用费心的装修啊，对吧？装修最折磨人了。是，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，我这马上交房的话，我还能省一笔房租，挺好。更何况地角还好，到时候出手也好出。我算来算去啊，我不用多那30平，反正我也一个人住，不差那30平。嚯，您这太溜了吧？嗯，您这不是买房了吧？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？你至不至于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，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。嗯，如果你愿意，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。
得嘞。你看，这时间还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，好不好？赶紧量。好，刘儿帮我量。好。到这儿差不多。行，好，我有数了。我帮你。小心，小心。没什么。行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这个门的颜色，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。我这门买的时候10000多。啊，真的？也就换个锁芯儿。我这屋里的几个门，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。还有这柜橱，啊，还有这个进口的。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，因为这东西堆满了。是是是是是。嗯，哎，那这些东西是签约付款啊？然后我就给你腾。来，签约付款，快快快，你签约，快快快快快，感谢您。来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嗯，你知道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，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？我早想说那粉底液，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。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兰家夏季新品推广，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，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，我数据是不是很好？转化率是不是挺高的？这倒也是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，你可以看一眼，搬家 vlog， 30家。不飘租房改造，房子是租的，但家是自己。看看咱这个小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？我还想跟你聊一下，咱也老大不小了，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，我觉得不大合适。我知道，是啊。丹姐，来杯咖啡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最近跟孟婷互动比较多嘛，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。20出头，年轻靓丽，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。谢谢我美丽的丹姐。我要转型了，转化成一个有深度、有文化、有魅力的30家女人，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，生活小妙招什么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。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。我之后还有大招呢。啥大招？等着吧。什么大招啊？哎，老板有什么指示啊？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？东西呢？包后备箱。你这有东西？哎，提醒一下哦，这公共场合呢，不说不公开吗？这不都自己人吗？走吧，走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微信啊。好了，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！感谢您，恭喜李先生。好，哎，佩姐，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，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？啊，我刷卡，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，我就让他转给您。好，好，哎，佩姐，稍等啊，稍等。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蓝牙已打开。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，在北京正式安家，恭喜恭喜！欢迎下次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随便看看。好。喂，爸，啥事？喂啊，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？人家讲买房四大坑，你可不要被坑哦！你好好看一下啊。佩佩啊，我跟你说哈，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。我买都买了，我定金都交了。啊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？哎呀，哎，佩佩，不，你买个啥子房子？能是个什么房？就是个普通的1室1厅呗。你莫操心了，我都好大个人了。大了，你翅膀硬了，你要飞了嗦！我跟你说，你北京那个房子，请我去住我都不得去。哎，不要挂。哎，不要挂嘛。挂了，我还有话要讲嘛。哎呀，要命，真要命！您好，没事，您可以多感受一下。这个我需要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吗？啊，不用，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，这有现货吗？啊，有的。周日能送货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走，这边请。你
不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我脑壳都晕了。去找几个合伙出来。这个是玻璃的，玻璃好重嘛，快递费要花好多钱哦。你去去去，找个塑料的。哪里有塑料的？那个柜子头就有，去找。你也是真坐不住，非要献殷勤。你刚才听到电话里讲没得？他买的新房子也就是一室一厅，根本没想到请你去住。谁没想到我去住？未必他又要请你去住了。你这收拾的够快的呀！我这些杂七杂八的，有的都带不走。你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，喜欢都拿回去。真的啊？嗯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快点挑啊，要一会儿反悔了。好，其实你这房子地段还挺好的，如果能买上一套那就太爽了。人家是卖的呀，但我买不起这个呀。关键在北京租房子，谁能把自己租的房子能买下来，对吧？但你都已经有房了，我要什么时候能在北京有个一砖半瓦的，那我爽死了。你说花这么多钱，哎呀，总觉得买个房子就能在这扎根儿的，也不晓得值不值当啊。值当的，我都快羡慕死了。真的？嗯。行，有个人羡慕我就行。哎，谁呀？这是。丁老师。佳琪 ，CPI 考试30号截止缴费，你交了吗？哎呦，你还没跟他说呢。你换专业这么大个事儿，他马上就来北京了，你是不是要死啊？反正站着死跪着死都得死，我选择等着死。天哪，姐，你还玩游戏呢？这游戏我放下了。啊，不是。天哪，还有游戏卡，这不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吗？主要是没时间玩，这个我还真玩过两把，这个可难玩，这我差点死了。真是可惜了这个游戏。你给我游戏给我放下，你给我放下，你这游戏机。你还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呢，姐。嗯，适合我，适合我。你穿着也有点小吧？小，穿着有点像个蟋蟀。43分钟啊！啊，马上。这怎么还包着呢？这是我刚搬到这屋的时候，还以为能做两顿饭呢，结果一顿都没做。那我就全归我啦，是有点高兴。哎，你咋了？又唉声叹气的？哎，也不是，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，就像一个动物吧，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，它就在一个壳里。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，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、长在一起、嵌在一起。你要是一往外出，就会。我记下来。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。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！到时候给你署名。罗姐，今天怎么有空找我了？我难得今天下班早，想着把保单给签了。啊，我有个妹妹在这儿。没事，我带她去排练了，你去吧。她等一会儿去排练，我能去找你。要不就来我家吧。啊，好嘞，一会儿见啊。嗯。姐姐呀，哎呀，保一下，谢谢你温暖的拥抱哎，会越来越好的。要得，嗯，别忘了给我署名啊。嗯，那你把游戏给我。不得行。来吧，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。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，你帮我大忙了。我帮什么忙了？我没跟你说，我妈前阵子做手术。哎，我太忙了，我都没回老家陪她。你不知道，这给我弄得可上火了。哎，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特高兴。你猜咋回事？嗯，就你那保险。
一协调住了个单间儿。我二姨他们去看他，羡慕坏了，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，我爸妈还有老有面儿，老有面儿了，恨不得开个直播显摆。我们这离家在外的，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，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了。没错，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，哎，马上就想给您送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现在有点像那个西钱大王了哈，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儿放。你那房子买了？哎呀，买了。那没看着你高兴啊？不是个多高兴的事，你一睁眼就欠人那么多钱，是怎么高兴的？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。你知足吧，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。是是。你再说了，那房贷啥你还着费劲，还有老姐妹呢。哎呀，开始显摆了。哎呀，你挣得多，你挣得多。怎么了？哇，这都什么呀？高级吧，我姐送我的。你姐对你也太好了。我们家扫荡狗丹丹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，都是合法夫妻了，这怎么还求上婚了？我真无语。少说风凉话啊！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？要公开的话，不得有点仪式感啊？以后会一起来做浪漫的。哎呦，你们可真有精神折腾，都老夫老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犯了网红两大忌，你知道吗？跟老公合伙开公司，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。我警告你，你小心点。哎，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。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，真可爱。那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，真实，不做作，而且要强勇敢不服输。好，了解了。很矫情但是很精准，所以他懂我。你们毕业典礼为什么不在学校开啊？你这穿的什么裤子，垮得很。刚才我就想说你了，你看人家小姑娘，一个个穿着裙子小白鞋，多精神啊！回去就换。今天怎么那么听话？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，丁老师。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。哎，我奇怪了，你怎么不会老呢？越来越年轻好看了。你少来，倒是你啊，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，也不捯饬一下。喏，哎，做个离子烫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呀。北京烤鸭很好吃，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，特别棒。北京烤鸭哈，来北京就得吃烤鸭，嘎嘎香。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。幽默。戏剧文学系研究生，导演董嘉熙。我要是这次不来，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？我没打算瞒你，
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？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，说出去都荒唐。女儿改了专业，瞒到老娘三年。王佳熙，我作为你的母亲，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。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？啊，活到老用到老，越老越值钱。你看看你这，啥子戏剧文学，啊？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？我还真找到工作，就在这个剧场，我毕业就入职。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，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，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。想的幼稚天真。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？高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，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，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！现在倒好，被你一脚踢飞。哪有那么严重嘛？本科听你的，研究生听我的，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，是不是，丁老师？那我还得感恩你喽，董佳熙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，嘴巴你也硬了，真是死鸭子。你就死倔吧，你非得把我气死不可。导演，这边人到齐了。哦哦，行，你先进去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好嘞。妈，来，给你拿好。给我两年时间，就两年，之前我都听你的，就相信我一次，好吗？一定来啊！等你。祝我姐求婚顺利。我丹姐出马能不顺利吗？嗨，宝宝们，大家好！六年前的今天呢，是我男朋友跟我表白。也是今天的下午5:20，那么今天呢，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。没错，我要跟他求婚了。我现在太紧张了，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我也很害怕，怕他会不答应我，但他应该不敢。所以宝宝们，祝我好运吧。我要换装穿越回六年前，给他惊喜。已经睡着了。你大中午的睡觉，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？没有不舒服呀，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。不是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拿东西。这谁来咱家了吗？什么？这鞋谁的？能谁的？我的呗。高跟鞋，品牌刚寄过来的，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。这不是穿过的吗？你这都看出来了？啊，那个鞋我不得试一下吗？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。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？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？卡什么脚啊？你这你能试出来啥呀？你在这瞎试什么呢？我以为你难受了呢。哎呀妈呀！你干嘛？帮你找衣服。哎，我自己能找。平时衣服都我收拾的，找哪家？哎呀，我自己衣服我知道放在哪儿。白西服配这个西裤。哎，你今天很奇怪。
我也觉得你奇怪，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。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在这换呗。我，你在这我没法换。别这么急，欢迎你去。不是，去换吧。去，我送你过去啊。不让看了，现在。不是。哎呀，六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。哎呀，好好换啊。哎。我守门，你一个人进不来，安全啊。换吧。我拿东西。丹丹。嗯。我很爱你。嗯。我。你别说了。六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。今天你去客厅等我，快。